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人？下面几招教会你。提升吸引力法则一：学习新语言，从娃娃抓起。流星河，这是什么呀？狮子，英文怎么读啊？狮子。什么？爸爸，这是正确的英文教学方式吗？我再接着听听。哎，咱们的卡，这是大象，英文怎么读啊？这写的呢？这是大象。这是什么呀？兔子，兔子不叫，所以英文不读。这是直升飞机，怎么读啊？英文？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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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葡萄，怎么读啊？一嘟噜一嘟噜的。哎，这是女王，英文怎么读啊？伊丽莎白。明白了吗？明天考你啊。我刚刚是上了一堂正经的英文课吗？提升吸引力法则二：随时保持热情。一般人学习九九乘法表时枯燥无味，死记硬背，但如果你碰上这样的老师，效果绝对不一样。老师带节奏的拍子加上活泼的舞步，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都快溢出屏幕了呢。